Hello 大家，欢迎翻嚟我 channel 阿 King。今日咧同大家做 reaction 呢段片咧就系拉阔嘅903系咪咧？咁啊四位林家谦、姜涛、阿 J 同埋 Tyson Yushi 嘅留下来的人。咁啊 Tyson Yushi 咧我就完全系未听过，亦都未见过呢个人嘅。咁所以就唔系好知边位。咁但系大家都留言叫我听咁啊。適逢呢個拉闊啦，咁我哋就嚟開始睇一睇。咁睇完之後，亦都會講下我對佢哋嘅感受同埋呢首歌係點樣啦。咁啊，記得開始之前咁啊 ，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啦，撳個 like 俾我啦，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睇啦。观赏街景那栋太衰，再搬老停步，只听着每颗心跳和脉搏起伏，听了名声就幸福，世界在平衡着多少心痛，开始跟结束。可呼吸多数万次，难道这样容易？你最后那一口气疯了，便发现为何明明在……唔好意思，停先啊 ！J 把声完全唔使讲啦，亦都系好听噶啦。咁啊，反而我想讲下林家谦啦。咁啊，佢把声好入迷，唔知点解咁啊，好听嘅其实把声，不过佢系比较随意啦。即係講之前講過啦，隨意啦，比較自然啲啦，感覺上係會啊。眼前明明同行，但你臨時別去，放下句點，許多人都相信離開的人生走到該走的那時，痛着來畫面，可知留低的。重生的却在这边，怎撑过余生的浩劫？头先阿 J 嗰度真系好犀利，好好听、哦。其实阿 J 把声真系，暂时我觉得都冇得输啦。喺边话嚟讲，真系好好听。至于林家谦咧，就真系佢啲假音好好听、哦。你听到吗？头先？唔好意思，停一停先。头先嗰个系Tyson Yushi嘛，我觉得佢唱歌真系麻麻地喎。唔好意思，真系系咯，即系点解大家咁力捧佢咧？等我，不过我听埋先啊。黐线嘅，即系姜涛一出场咧，你听到啲掌声啦、呼叫声啊，呼天抢地啊，真系。像每天，许多人都相信离开的人生走到该走的那时，痛楚来画面，可知留低的与重生的却在这边，只可接受伤心没的蜕变，祈求站在世界的还能再对话，若到那天地球还未塌下，尚能期待某种永远吧。几多人不舍那离开的，谁都懂说生死都有时讲
事，又如何辨别？留低的雨从心里，也在这边。即使费时一点，即使快乐不轻易，随后仍可。首先講下鋸先，因為鋸咧佢嗰個，我覺得佢颱風嗰度咧，即係佢，我覺得佢放咗好多，即係冇以前我喺全民造星睇佢比較內斂啦，即係有少少驚啦，因為俾人話過嘛。咁而家我覺得佢係放咗好多，好似釋放自我咁樣，即係特別想講下佢，我覺得佢。首先他唱歌那裡就沒什麼太大的轉變，但是他的台型和他的心態 是放了很多咯，很老實說，我覺得真的很為他感到開心咯，這件事是啦。至於姜濤就不用說的了，其實都真的他的聲線真的很易認，而且真的很好聽。因為呢首就其實合即係合唱啦，咁其實佢哋自己獨奏都即係獨唱唔係好多啦，咁亦都好難講曬。咁主要係想講林家謙咯，林家謙係超級特別啦，嚇、真係超級特別啦。我會好開心咯，因為佢嘅唱作佢幫佢哋作曲噶嘛。咁香港樂壇有佢，我真係覺得好開心。其實，咁至於呢個 Tyson Yoshi， 我真係暫時睇唔到佢有啲咩嘅好突出嘅嘢咯。唱歌真係唔得喎，我覺得點解佢係姜濤？點解姜濤會覺得佢係佢偶像啊？點解咧？我真係唔明喎。佢有咩咁特別咧？不過之後再睇啦，好難即係咁快 judge 佢嘅。但係呢個係第一個反應咯，即係係啦。差不多九百日了，還是這樣懷念。説過在那一邊見，來待我出現。好有自信啊！住喺呢度真係。你繼續沿途歷險，我繼續尋求幸福。其实姜濤真系咧，佢就咁企喺度都已经杀死人了，即系想点啫？其实真系。好啦，睇完啦。首先多謝大家叫我看 Live， 我一定會看埋其他的了之後。這首歌就留下留的人非常好聽。好即係總結翻就係阿 Jo 佢係喺呢度，我真係睇到佢係進步咗好多。個人係好有自信，企出嚟好有自信，好有台型。咁開心嘅，真係開心嘅，因為我都好中意佢。咁林家謙啦，咁同埋姜濤啦，咁都係啦。林家謙就係即係好鄰家男孩嘅 feel， 係啊。咁有才華啦，有內涵啦，咁我會繼續睇佢啲片，我覺得非常之好嚇。咁至於姜濤，其實就係真係呢度冇乜嘢好講咁啊。總之姜濤咧就企出嚟咧。就聽到很多 fans 尖叫啦，咁啊就人氣係旺噶啦，基本上就真係喺呢首歌就聽唔到姜濤有啲咩特別嘅轉變，係啦，都係即係 keep 翻平時嘅水準，可以咁講。咁啊，最後 Tyson Yoshi 其實真係都幾失望嘅，真係唔好意思講句，因為佢係姜濤嘅偶像嘛，係咪啊？咁應該好犀利先係。咁但系我喺呢段片系真系睇唔到嚇，咁我之後再睇啦，或者嚇。今日就咁多啦，咁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我聽，你對於呢段片嘅睇法啦，對於佢哋四位嘅睇法啦，咁亦都係有啲咩新歌啊，或者有咩片可以俾我 react 嘅，亦都歡迎喺下面留言，咁我都會睇嘅，逐個留言我都會睇嘅。走之前記得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啦 ，like 呢段片啦，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睇。咁記得我係阿 King， 下集再見，拜拜。